看最新一期《拜拜了马来西亚》，我是彪老大呢。今天呢是年初十，然后过后，我们已经开工了。那、其实我们年初四开工啊。Oh no！ 今天有一台好料在那边，好料真的是好料。当彪老大跟你讲好料的时候，好料要讲三次，好料，好料，好料。不好料我不要介绍。OK， 今天这边有一台只有五岁的钢琴。这台叫做 KX21 KYKX21， 为什么只有五岁呢？因为这台是新琴哦。So, 这台只有五岁，然后过后 KX 是很新很新的系列，现在高位还在卖着的。然后过后已经复兴好了，其实也没有东西复兴了，就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过后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哦。OK，高位 KX21 upright piano， 生产地为中国杭州，长为150，宽为57，高为121cm， 重量高达225公斤，圆装三台。 KX 系列是日本指定中国制造的专卖型号，在特别配置上有区别，习惯配置雷诺 Rainer Hammerhead。这一款钢琴属于高端钢琴。高位 KX21 的桃花心木锤造型与钢琴的额外高度和更大的音板结合起来，使该型号的声音更深更丰富。每个按键都经过单独加权，以确保整个琴键的触摸感非常的平衡。这使经验丰富的音乐家和学生可以开发可靠的钢琴技巧。这款卡外 KX21 是生产于中国杭州的卡外工厂，所以呢通常在马来西亚很少会出现这样子的钢琴，所以如果看到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。